王思平单身带财，超九令赚百万。害羞，不要再玩狗狗了啦！你看你前女友，自从被你休了啊，不是，是分手后，好孤单单哦，只能找女朋友呼呼，再不然就是发呆玩手机，看了我都心疼了。听说她现在除了找闺蜜玩，就是把工作填满满。啊，这样也好 ，money 比 honey 可靠。人家现在不但忙着拍戏，还代言手机线上游戏，比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还忙。你看她开高叉低胸的性感古装是不是好漂漂、哦？之前王思平也穿过古装哦，但都没有赚这么多耶。哦，怎么乍看之下这么像九令跟安室奈美惠合作的 MV？ 这样会不会被粉丝骂抄袭呀、啊？哎呦，反正古装都嘛很像，到时电玩出来。你别忘了上线，我们线上再聊啊。